难怪漂亮的女孩子脚都那么好看，原来夏天她们都在用这种磨脚器，电动的设计配合磨砂滚轮，打磨脚后跟光滑又不伤肉，相比用手刮方便又快捷，打磨完以后穿高跟鞋拖鞋都不硌脚，关键是用完水一冲还能接着。这样，脚底死皮不要这样清理了，用这个磨脚器来回摩擦不疼痛，轻松去除死皮老茧。家里有老妈的必须。孩子脚都那么好看，原来热天他们都在用这样的磨脚器，电动的设计配合磨砂滚轮，打磨脚后跟光滑又不伤肉，相比用手刮方便又快捷，打磨完以后穿高跟鞋拖鞋都不硌脚，关键是用完水一冲还能接着用。操，你搞啥啊？你怎么不用这个磨脚器啊？脚底死皮不要再这样清理了，用这个电动磨脚器来回摩擦不会疼痛，轻松去除老茧死皮，家里有老妈的必须来一个。雪地的天上的水照着你的视线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摇。